任何事情就是一定要从零到一，创事业是一样的，你怎么从零到一，有了一之后再脚踏实地的慢慢，对，你才能有更多。所以说零到一是最难的，任何事都是这样的，就是要每一天就把你的功夫也是一样，就是练好你的一拳一脚，把一拳一脚练到极致。人做事情也是一样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，这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就 OK 了，那你就厉害了。